我刚才给你磕头了，来，哪个秀？苦，你还有脸苦？爹，你今天打死我，我没啥可说的。可是有一条，住嘴！今天你就是千条万条，老子也非得一枪崩了你不可。爹，你要打死我，小琴肚子的孩子可就没爹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本该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大片刀他俩太不像话了，您老人家还没发话呢，他们俩把该干的事都干了。是啊，我呀有约在先，其中一条霸占民女者斩。您放心，我绝饶不了这小子。宋志辉啊，你这是大叔，我王怀远向来是执法严明，绝不护短。今天当着您的面，我把这小子给毙了，给您老人家出气。宋志辉啊，宋志辉，把他给我到一边去。这都是你做的孽呀！混小子，别怪我手狠。放开他，求求你！我不把你法办了，队伍就没法带。张大叔能放过，我也绝不能放过。兄弟，走吧！本女啊，本女啊，哎呀，俺那姑。怀远，你哥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宋志辉呀，你怎么佛杀就傻了呢？不杀怎么能平名分？怎么能振军威啊？可大叔，你放心，你闺女的事儿，虎旗军负责到底。以后你们家的事儿就是虎旗军的事儿，大人孩子，虎旗军管一辈子。再哭坏了身子，银杏妹子，我哥这么做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大叔啊，这就是您的不是了。办大片刀的是您，现在后悔的还是您。这人已经死了，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他怎么说也是俺闺女肚子里孩子的爹吧？啊，那以后可咋办呢？哦，您的意思是，大片刀要是不死，您就认了他这个女婿是吗？那我忍，不忍，他都是俺孩子的爹。好，
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咱可说好了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。啊，嗯。哎，起来吧。起来啊。宗主会，芹菜呢？哎，宗主会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叔啊，我呀就是想试探试探您，枪里没装子弹。没装子弹？那刚才呢拿来的响动呢？进来吧。哎，三哥，你怎么不想枪？您没喊王，您没喊王八蛋呢？俺也看不到您的手指头啊！哎，去去去去！大叔啊，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刚才啊，俺跟三哥都商量好了，他一喊王八蛋，一勾枪，俺就开枪。他没喊王八蛋。哎，那这地下拿来的血呢？啊，为这事儿。早上起来就杀了只鸡。爹，任打任罚，您说了算。俺对秦四儿，那可是真心的。爹，爹，爹！你这个闺女呀！那咱开始，那就开始。开始，开始。哎，今天是大扁刀和小芹菜的大喜日子，我师父偏让我说，我也不会说啥。方局，你俩好，一拜天地。老少爷们们，今天呐，本来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叫小鬼子给搅了。这叫啥呀？这叫鬼冲喜呀！好，既然小鬼子不让咱中国人好好活着，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活舒坦了。打小鬼子！打！大片刀，本来你应该进了洞房，再把你媳妇的盖头揭下来。既然这个喜让鬼冲了，为了讨个吉利，你现在把盖头揭了。哎，媳妇，对不住了。
回来就找他娘，就是不想他爹。爹，你先赶着累了。嗯，晚上咱们再聚吧。啊，先歇会儿。走，七叔带你们转转去。哎，来，老赵，走走走，你这一走可走得彻底了。这些年呐，我一直在烟台，眼下日本鬼子把江东半岛都占了，我就把他俩给你接过来。哎，这下你们父子可算团聚了。 要是没有你，我这哪叫个家呀！英姐，你戏唱得真好。好什么呀？倒是你啊，才是真的贤良淑德呢。嗨，我这算啥呀？咱也不会打枪，不会放炮的，也就只能做个饭，干些缝缝补补的活了。多好啊！我还都不会呢。这个可简单了，你一学就会。我人笨，怕学不会呢。<笑> 其实啊，你看，就把这菜叶子摘下来。谁呀？这是啊？娘。有权。娘。百惠。娘。 娘，你看，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是啊，娘。娘。娘。你俩小兔崽子，还知道有你娘啊！娘，你看，我们哥俩出去这么多年，你看，我哥长多俊呢，你看。 说心里话，我刚才还大骂了一阵子韩复榘不够仗义，扔下全城百姓拔腿就跑，还不如一只狗呢。狗见了生人还知道汪汪叫着向前冲着咬呢。 失去了这个机会，你后悔的不仅是个人的事业，还有你的生命。哎呀。
这些年咱爷俩是吃尽了苦头啊，谁理解咱们呢？只有佐藤。别吹邪风啊！让我当汉奸，这可是个背着黑锅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差事。 大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太好了。嗯，这几年我一直在找党。是啊，我也是刚站稳脚啊。这几年，韩复榘的白色恐怖，济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很多同志都失去联系了。这不，抗战爆发了，韩复榘被迫答应与我党谈判。 我坚信，我们党的组织会迅速恢复起来。啊，那组织上能给我安排什么工作吗？你先别急嘛。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，根据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的指示，咱们济南地区的大批党员要吩咐全省各地恢复建立党的组织。在敌后，咱们组织领导抗日武装力量。太好了。 那我呢？我有什么工作？你呀，这回可又要上前线了。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爹呀，天天管着我，什么都不让我干，我都快憋死了。眼下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正组建战地医疗队，组织上希望你能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加入医疗队，直接为抗战做贡献。是，我明白了。 咱们有两年没见了。哦，前段日子我见着怀远了，他让我把这给你。谢谢。 佐藤先生对咱们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，以前谁对咱们这样啊？张宗昌、韩复榘哪个王八蛋不是顾自己的？干爹，现在国破了，这江山总得有中国人管着一点吧？你不管，早晚得有人管。到时候，这伙混蛋王八蛋上来了，那就得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啊！干爹。 他娘的，反正就改朝换代了，有哪便是娘，这活我接了。何玉姐，我的队伍不许你安插人，我说了算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努力吧。杨凌，我不懂，说话就算数。干吧嘞！啊，干吧！ 哎呀，怀远啊，看我的吧。嗯。探长。啊哈！走走走走走。爸，大，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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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着。啊，庆春长二胖。你看什么呢？ 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到底怎么了？哥，你觉得咱爹变了吗？没有啊。不是，你跟哥说。声量不正。秦叔。 秦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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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老把式耍的不错，老当益壮啊！嘿，这喝了几年墨水，说话是中听啊。
那是。臭小子，秦叔，哎，我们在这几年，我爹他除了打仗，没干点别的。那是啥意思？我没啥意思，我能有啥意思？刚才我看见一女的，在那儿扭扭捏捏的，好像唱戏的似的。这山寨子里面就没有一个人管。恁可别瞎说啊，那可是恁爹救下来的人，他叫洪老板。哎呀，他为咱山上也出了不少力。这洪老板，洪老板是什么人？洪老板啊，这洪老板是唱戏的名角。那拉魂腔唱的，那唱的可中听了。哎呀，可是女人会干的那些事儿，她不会几样，比恁娘差远了。她没欺负我娘吧？哎，那可没有啊，人家俩人处的跟亲姊妹似的。我娘就是人好，心地善良，她跟谁都好。感情，那还用恁说？干爹，给个少将军衔不算低了，没想到这小日本子还挺够哥们儿。哥们儿个屁！穿上这身衣服，心里头总觉得不得劲儿，走在街上啊。有人骂。爹，你们这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衣服呀？小姐，日本人任命咱爹为皇协军鲁南纵队少将司令，这不是当汉奸吗？我不是汉奸，我又不跟日本人做事，混点军饷。混什么军饷？中国人被日本人打得血流成河，你们这些当兵的不是打日本鬼子，倒跟日本鬼子同流合污，你们还是人吗？还有没有良心呢？我这么干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的良心何在呀？我良心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。你如果还是我爹的话，你就跟我一起打日本鬼子；你要不是我爹，你就当日本人的走狗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，一刀两断。说大晚上的，你爬哪门子山呢？你就是白天一个姑娘家的，也不能随便上去啊！万一碰上啥事儿，你就是喊成哑巴，也不一定有人救你。这亏了赶上我巡逻了，要不你还不得喂狼啊？那我上山还不是为了帮你采药啊？采药那是虫草的活，你瞎掺和啥呀？忍着点啊，消肿就好了。你说眼下虎骑军忙的那脚都踢后脑勺了，你还把脚崴了，你把那么多事儿都扔给天皇，你说你净添乱，你这是。上山采药，我是心疼我儿子虫草，该落下的活儿我一样不会落下，给谁也添不了麻烦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我说你逞啥能啊？你还指望着走路啊？大白天喊什么呢？哟，杏儿，你这脚可不能落地呀！没事啊。你看你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天天就知道扯嗓子喊，你把人家杏都给惹哭了，你要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他还不是为你好，你就说句好听的。我这也是心疼他嘛，这辈子心疼过谁呀？有本事自己上山采药去。你把我娘的脚祸害成这样，你还喊喊什么？嘿，咱们走。孩子说的对，杏儿，我扶你回去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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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家的事儿你少掺和，这又不是戏台子上唱戏。娘，以后他们的事儿你少管。嘿嘿嘿嘿嘿，小兔崽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我爹呢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没事儿，别动。
我这从小啊，吃苦就比你吃的多。这练功，不是把这儿伤了，就是把那儿扭了。这是我师父教我的，管用着呢。哎，这人啊，什么苦都吃得了。天虹，你是不是有啥心事儿啊？你要有啥不痛快的，你就说出来。这心里有事儿，说出来兴许能好受点。银杏，我这唱戏走码头这么多年，最开心的日子啊，就是跟你们在一起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咱现在是一家人，就不说两家话了啊。要真是这一家人啊，那就好了。天虹，是不是涌泉？哎，那孩子打小就混，你千万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！不是涌泉，是我自己。有时候啊，我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爹和涌泉打起来了！打起来了！走吧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小子长翅膀了啊？你想飞到天上去？你飞到哪儿也是我王怀远的儿子。我还真不想认你这个爹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说多少遍都一样。凭什么就许你去打仗，不许我去当兵？你干啥都行，就是不能当兵。你爹就是让当兵给害惨了。你还想走你爹的老路？你自己的路是自己走下的，别赖在当兵这件事上。你呀呀，哥，永泉，哥，你们俩就少说两句不行呀？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冲我娘喊什么？怀远啊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别喊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都出去，甭出去。趁今天人都在，我要把这事说清楚。你还说啥呀？你以为我管不了你了？你以为你是当爹的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欺负我娘？我啥时候欺负银杏了？你说清楚。你养个女戏子在这儿，你还说不是欺负我娘？装什么正人君子？永泉，不许你胡说八道！娘，你看看她，整个就把自己当虎骑军的压寨夫人了。你看他上蹿下跳，里里外外没他不管的，想做女主人是吧？先把自己收拾干净了再说。永泉，揍死你个兔崽子！爹，爹，爹，哥，你让开，让他把我打死了！永泉，你给我让开！说什么？去保家卫国？一走就是三年，我亲娘死的时候，你去什么地方了？我和我哥在一块儿，小姨带着我们，要着饭满世界找你的时候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啊！我和我哥被抓了壮丁，小姨为了救我们，被那帮臭当兵的祸害的时候，你又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去！娘！这是我娘死了你，娘，娘，娘，
咱俩不合适。别说了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我的。对对对，给每个兄弟都发点啊！立正！报告，黄协军鲁南纵队准备完毕，请佐藤长官训示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是命苦。干的就是费力不讨好的活。田司令，所有的辛苦都会得到帝国天皇和总部的回报的。别扯淡了，还天皇呢？土地爷高看我一眼就不错了。我愣着干什么呀？坐吧。我来介绍，这位是皇军司令部新任命的鲁南纵队参谋长，刁德光，刁参谋长。在下刁德光，誓死效忠大日本皇军。把日本人当亲爹了，老子！你们都学着点，听见没有？是。田司令真会开玩笑，大家都一样。好了，为了圣战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这次你部的任务是迅速南下，直插山东南部的金水县，协助皇军第五师团作战。王怀远这王八羔子，我连祖宗裤衩都卖了。田司令，刁参谋长，我即将赶赴临沂前线的第五师团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在金水城的城头会师。田皇，坐。总指挥，您找我呀？有个事儿，我想请你亲自出马。我这除了唱戏教戏，我哪会其他的呀？眼下小鬼子打到黄河边了，打到我们这儿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我琢磨着，咱虎骑军要在金水城安个情报点儿。那我要怎么做？你下山，回到金水城。把洪家班重建起来，用戏班做掩护，为山上搜集情报。总指挥啊，我这一个人下山，人孤势薄的，你得给我找一个帮手。这个我早就替你想好了。过来吧，大伙，我给你找的这个帮手还够分量吧？五哥他懂戏，江湖阅历又多，我这心呀，落底了。坐坐坐坐坐，老吴，你也坐。好，哎，坐坐坐。老吴啊，这次我让你跟天虹下山进城，
除了见情报点儿，另外还有一层意思。不管怎样，你就是死，也要把天虹保护好了。宗志辉，只要有我丁武在，绝不让洪老板有半点闪失。妹子，哥说实话，你是好姑娘，哥想给你们做个媒。你和老五下山以后，好好过日子。你们过好了，是哥最大的心愿，哥的心就落地儿了。能答应我吗？哥，我全听你的。我有事情，请你帮助啊。啥事儿？咱们山东南部各界群众组成了鲁南抗敌协会，我现在就是这个协会的总干事。眼下，咱们山东局势万分危急啊，我们有要事，麻烦虎七军呐。只要是抗日的事儿，我眼睛连眨都不眨。要不是抗日的事儿，我也不来找你。我们鲁南抗敌协会发动各界人士，捐献了一批物资，现在粮草车马已经备齐了，就差一支护送的队伍。哦，你是想让我们虎骑军运这批粮食？正是。现在临沂前线正在血战，你们虎骑军到了临沂，很可能卷入战火。这你就别担心了。为了这个国，只要跟小鬼子干，我们虎骑军都能豁出命去。快到临沂了吧？是啊。哎，姑娘，啥情况啊？你们这儿？我们是。快卧倒！大妈，你起来！大家快趴下！这小妮子大白天趴什么趴呀？从天上飞下来了，大家小心，这大白鸟肚子里有硬货。哎，兄弟，那边没事吧？哎，那小妮子，你来一下，你来。不含糊，要不是你喊得及时，我们就吃大亏了。你们可记住了，那鬼子的飞机可厉害呢。啊，这叫飞机。嗯，叫飞机。飞机，会飞的机。哎，你是哪部分的？五十九军战地救护队护士喜妞。你们是哪部分的呀？卧倒！气冲天岗，男儿应孝别爹娘，弃血在沙场。平地是钢烈，平地
是脊梁，一根青春伸到墙，寸土都不让。哎哎哎哎哎哎哟，天地。